案发以后，你为什么不向警方说明？我也希望不是学长。 小珍死的时候，为什么不报警啊？我根本不知道小珍出事了，我是看新闻才知道的。那你为什么不马上举报杨昭文呢？因为我喜欢他。 应该不止这样而已吧？我听你们的同学说，你平常你就埋怨徐小珍戏演的不好，凭什么当女主角？所以我在想，徐小珍死的时候，你根本是知情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好了，你们不要再逼他了，人是我杀的，我如什么都不知道呢？致命伤是死者颈部的伤口的话。 他应该会反射性的捂着自己的脖子，怎么会呈现大致性躺在地上？是这样子吗？耀廷在搞什么？ 小珍，小珍，你在哪里？小珍，快把我牵出去！是，朋友，来，走，来。
廖荣，你把事情交代清楚吧。那天，我骑摩托车赶到了现场。是你双手压着他。你恨徐小珍，是因为你喜欢杨昭文。没错，小珍根本就不喜欢学长，但又不把话说清楚。是我他要跟学长说清楚的。我要亲眼看着他死，这样子他就不会一直纠缠着学长了。洪嘉宾，摩托车坐垫下的美工刀是你放的？因为我想，嘉宾常常跟小珍起冲突，你们就一定会怀疑是嘉宾。那倒不如将计就计，把美工刀放在他的车子里，这样子案子就可以了结了，学长也不会有事。我们就可以开心在一起。你怎么这么傻？怎么狠心？
持刀划伤被害人颈部，犯后未做任何救助行为，而将被害人遗弃在现场，造成被害人因大动脉大量出血且求救不及而死亡。系犯刑法第226条第一项，携带凶器强制性交致死罪，量处有期徒刑12年，以示警惕。被告廖婉如，在发现被害人颈部大动脉大量出血情形下，强行压制被害人之双手，致使被害人无法以加压止血方式控制出血情形，至终因失血过多而死亡，和被告所为，系犯刑法第271条第一项杀人罪，量处有期徒刑12年，已招法纪。抛下，每天关心着被杀的尸体，却不知道打通电话给孤苦伶仃的朋友，你还是人吗？小文，这谁送来的？王姐，雅琪，所以这是你写的？是啊。你没事吧？我事可大了，为什么我现在还在民生组啊？因为你是被调到民生组的啊。我不是在问这个啦，我搞不懂资政真冒发一被逮捕的时候，你跟杜贤就已经回到闪电组了，你们是不是已经忘了曾经有一个女人在你们的背后默默的不分昼夜的帮你们买咖啡买便当，你知道吗？这个女人每天都坐在民生组的窗前吃着芭乐，心里想着有一天公文会来，可以早日回到她伙伴的怀抱里面。你可以冷静一点吗？你要知道，这个女人，她已经等了好几个月了，等到眼泪都流不出来了啦。好啦，这也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啊。我们有一直跟主任说，希望赶快把你调回来啊。可是你们连一通电话都没有打来关心过我哎。我们不是有常常通电话吗？那也是我打给你们啊。而且还有，我 APP 你都不回。啊。小姐，这边请。你刚刚打电话过来，我就不会主动联络你啊。而且 APP 我也不常使用。这样好了，现在主任呢，他已经休假结束了，我们会催促他赶快把你调回来，这样可不可以？好啊，但是你要老实跟我讲一件事情，是不是我今天没有来这里，你们就把我都忘记？怎么可能会把你忘记呢？王姐。早来了，你看庄书记官这么可爱，这么苗条，你根本早就忘记我了吧？
打听得这么清楚啊？小文，我帮你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闪电组御用的前书记官邱雅琪。学姐好。好啦，算你上道，还是要叫我一声学姐。那晚上我家火锅趴算你份。什么火锅趴啊？就是我之前的那个房东呢，他要把房子卖掉了，所以就不跟我续约了。那我搬了新家嘛，就想说天气变冷啦，就吃个火锅庆祝一下。啊，黄姐，那你再帮我跟主任还有杜姐讲一声。怎么听起来好像我已经答应你要去了？怎么才这么一下时间，约个吃饭就要这么辛苦吗？好，你冷静一点，我也没说我不去啊。嗯，你说的哦，那晚上见喽。晚上见。学妹，晚上见。王姐，谢谢。久了啊！这几个月还给我猫起来乱投，害我们被长官定，带走。这两个月来，四处都偷，连许多政府官员也不放过，胆子很大啊！就是知道是高官，我们才进去啊。反正都是贪污来的钱，就借我们一下，就算是帮他们积功德啊。废话少说，我问你们，这条玉佩有没有看过？根据你们偷窃的时间跟地点，应该是你们拿的。你这是栽赃我们啊！这玉佩我没见过，你不可以说是我们偷的。你给我想清楚！那就不是我们。喂，注意你的态度啊！啊！这条玉佩对于失主来讲意义很重大。如果你们真的把它卖掉的话，请你们告诉我们，这个买主到底是谁？就台湾首富，你信不信啊？现在高枕无忍，给我正经点啊！那就不是我们，你们一直问，还是不是我们啊？主任，接下来交给钟毅吧。那副村那边可能麻烦你告诉他，让他多等几天。毕竟我们现在抓到他们人了，查一下通联记录，应该很快就有线索。钟毅，是，把他们带下去。是，带去。
杜姐，我刚打电话就通知失主来认领仓库时，我在这个红色的皮夹里面找到一张当票。有什么问题吗？我打去当铺问，他说这张当票是属于一个叫黄水德先生的，可是我调查后，黄水德跟他的太太已经失踪很久了。小婷，刚刚那几个关切有没有其他前科？没有。好，那你仔细去查一下，看到黄水德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是。千哥，副座，你这张相片是？哦，这个是家母留给我的纪念，虽然不是很值钱，可是对我来说很重要。想请老师帮我看一看，这个东西能不能失而复得？阿天哟。这些空间啊，还有点行为，向神明请示一下，好不？好，大会啊，行。你替哦，副座点点行为，啊，向神明给请示一下，好。好，副座。直接跟你讲了哈，你妈妈遗失这几年这物件，其实是找得回来，但是中间花一点时间了。没关系，只要东西能够找回来，花点时间没关系。老师啊，谢谢。老师。你也不是不知道我的为人啊，我办事情啊，办事情我没在跟徐王包的，哦。但是呢，如果你有这个信心，你可以把这个红包啊，咱算讲捐给人家，还是讲工作这个优惠，献给神明，我个人是不吝哈，是这个。那请问现在？副座。麻烦您这边请，我帮您把账给记上，顺便开个收据给你。好，来，阿朱英，啊，来，零一零是吧？来，你看我这。喂，陈先生。好，谢谢，谢谢。主任，最近大嫂状况怎么样？哦，好多了。医生说她复原很快，快要可以出院了。嗯。啊，对了，雅姐，
大嫂说你有拿基金去看他，说你很有礼貌，要我谢谢你。哎呦，主任，身为你的左右手，关心一下大嫂，应该的嘛。不过，毕竟你是未来的主任检察官，让你破费总是不好意思的啊。哎，雅琪啊，你不是在民生组吗？你什么时候变成主任的左右手啊？主任，说到这个我就很生气，为什么我还在民生组啊？难道是还有长官在阻挠我们办案吗？这我有去问过的了。你现在手上不是还有几个案子吗？上面的意思是，希望等承办的检察官都结案之后再让你回来。哎，不过话说回来啊，民生组有几位检察官跟我说，说你常常跟他们吹嘘你在闪电组的事情，所以有很多重大的案件都是靠着你的机智才能破案的。嗯，有吗？怎么可能？哎，好像有哎。我听说你在民生组那边人气还蛮高的哦。我看，你觉得那边不要回来啊？我也这么认为，雅琪。我觉得你就留在那边好好的磨练一下，不要离开了。哎，你们俩现在是怎样啊？是嫌我在你们中间当电灯泡，影响你们发展是不是？难道现在多了一个新的电灯泡，你们进展有比较快速一点吗？哎，小姐，你还是一样的无聊，一样的八卦，几个月不见，你还是一样啊，真无聊哎。不要啰嗦了，洗手间在哪里？在那里啊。那里啊。哎，你看，逃避问题吧。小文，你说是不是？他们是不是有的时候常常把你抛开，然后偷去吃寿司？有时候会。你看，你也很无聊。看看，你都已经调到民生组了，还这么八卦。对了，雅琪啊，你这边环境还不错，房租应该不便宜吧？便宜，很便宜。哎呦，他看我年轻貌美又可爱，就算我很便宜。只不过他说这边之前有遭过小偷的记录，我已经跟钟毅讲，请那个辖区的员警哈帮我在这边多走动走动，这样我就心安了啦。哎，学姐，这样不是滥用特权吗？哎，你不要在主任前面吐槽我好不好？什么滥用特权，他不喜欢啦。雅琪啊，警察同仁平常勤务已经很辛苦了，还要面对你这样的要求，不是太累了吗？我相信王菲跟亮琴应该不是这样教你的吧？好了，我知道。哎呦，主任，不要一直念我啦！你不要吃太多肉，吃豆腐，吃豆腐。东西就把所有东西都塞在那个房间里面，那我也用不到这么多空间，就凭租给我。雅琴啊，告诉你啊。
你呀、啊，不要像我一样，刚搬到新家就有人从楼顶上掉下来，几乎就变凶宅。呸呸呸！不要这样乱讲好不好？你们也知道，当初我一个人来台北打拼，我以为来到闪电组，同事呢就像我的家人一样，无时无刻关心我，包容我。谁知道现在我被流放在女生组，我觉得我可能就像那个前房客一样啦，哪一天我不见的话，也不会有人知道。反正你兜来兜去，就是想讲这个重点哦。拜托你不要再讲这些事情好不好？你让我们耳根子啊稍微清静一下。哎，我都已经请你吃火锅了，你不要狗嘴吐不出象牙好不好？狗嘴本来就吐不出象牙。好啊，那你把你刚吃的肉全部给我吐出来，然后把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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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说的这么可怜了，我已经要把你争取了，好不好？主任还是你最好，会关心我、体谅我，不像某些人。某些人是谁啊？小姐姐，喝汤哦。吃的。耶耶。
你不要抽烟，你怎么又那样叫我啦？奇怪，我的牙刷怎么会在架子上？交代辖区的员警要特别注意，那也顺便请他们去通知一下住户，要他们注意小偷。啊，尤其是信箱外面啊，塞满了广告单啊、信纸啊，这一点、容易吸引小偷的注意。信箱里面啊，要是有电话账单，小偷拿到了，他就可以利用账单上面的电话号码，得知到屋主在不在家了。这些人会这么有恃无恐，一定不是普通的窃贼。主任有特别交代，这些人有牵涉到枪械，还有毒品。枪械跟毒品，那我们应该从哪方面开始着手呢？两方面都要下去着手。中医药店，你去问一下，然后看手上有什么列管人员，分析一下，看谁的嫌疑比较大。好，没问题。注意安全啊！是。小文，你去把那个窃贼的通联记录给调出来。这是一个很平常的案件，为什么你看起来这么担心？因为平常的案件啊，我觉得也不简单。有小偷、贩毒跟吸毒这我连得起来，可是有枪械的人为什么要用闯空门这么复杂的方式来取得不法所得？你放心，我想我们很快就可以知道答案。我又共估了，这组牌我养了多久？连共十几期啊！光是养牌不够啦，不够，你要找个师傅帮你算一算啦。哎，我知道哦，有个师傅很准哦，你可以去找他。真假？嗯，啊，是怎么个准法？他能一次给我七个号码，连第二区的都一起给我？哎，这个很难讲啦。可是我知道很多政要的老婆啊、名媛啊、贵妇啊，都是去他那边算事情的呢。要怎么样才能找到他？啊，我这里有住址。现在就去。晚上才问事啊。晚上啊？你要告诉明兄。嘿，我你嘞，快点跪啊！梁东明，你老是跑给我们追，那你最近电话都不接，现在怎么样？断啊！没，就是很。哎，兄弟啊，你们混哪里的？讲话很嚣张嘛！不好意思啊，这位大哥，小弟我会事情大。站好！看你的样子就有问题，我要盘查你的身份。身份证呢？来公园散步不需要带身份证吧？光这一点我就可以带你回去哦。
你一个人来公园散步，我相信。但是你偏偏跟他，我就是觉得有问题。我，不对不对，长官，我们两个哦是独自来公园散步，不期而遇，不期而遇的啦。哦，好不期而遇哦，两个男人坐这么近，在被窃窃私语，我就知道有问题。好了，今天不跟你计较，快走，走了走了走了。两公道明兄，是是，最近在哪里发财啊？没有发财，没有。最近事件做很大哦，我们的电话都不接呢。哎呦，不接啦？不是啦，两位长官，最近哈手头很紧，欠人就追啦。我这个电话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两位有什么指教啊？奉我们玉面判官杜简的指示，要带你回去泡茶。杜简，我不去。上次我只是经过松菊帮的门口，他就执意要把我带回去。你跟他说，我这个金牌县民，我不干了。准备坐牢吧。不是，哎呦喂，不会。哎，阿婶，什么事啊？透露一下嘛。那最高指导原则，侦查不公开，无可奉告。平身吧，你起来起来起来。啊，好了好了，杜姐在哪？带我去找她啦。一开始这么配合不就好了吗？金牌县民 ，my friend，my friend，go 泡茶，泡茶泡茶。现在这个团体啊，比那个韩国跳那个骑马舞那个还要红哎。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啊？哪个窃盗集团可以像在西餐厅一样点菜，让客户指定商品呢、啊？杨东明，你卖碰轰啦？我没有碰轰，是真的啦。这个集团的大哥啊，就叫旺来，意思是好运旺旺来。首脑叫做旺来，什么样的身份？这我不知道啊，我们 style 不一样，我怎么可能去了解这些小偷的身份？我不屑啊。那他们都在哪里出没？除了一般公寓之外，他们专门喜欢挑战不可能的任务。有监视器的大楼啊，他们照样出入自如。这么嚣张的团体，梁东明，你说他们这么厉害，你应该也听过他们吧？也不是什么厉害啦，他们偷不成，被屋主发现，就由偷变成抢。而且我知道，他们都有在吸毒。而且都很大只啊！我现在是良好市民，跟他们都没有往来啦。梁高明，你嘴巴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杜姐在问的话，你不要打哈哈。梁高明，他们的嚣张管道呢？哦，那我真的就不知道了。打听这个是一个禁忌啊！如果他们出事，一定知道是我的。不过。我可以指一条明路给你们。大卖场，他们都在大卖场出入。他们会在停车场寻找目标。如果有高级的轿车，他们去碰碰运气。停车执照是不是都放在车上？如果车上正好有车主家的钥匙，连锁都不用撬开啦。车上有名片，连电话都有。大婷，你有没有看到我的位置？报告，看到。我在这里发现一个很诡异的男子，是在打勾，你慢慢过来。是，收到。走。快动啊！
什么东西？偷车！扣起来！起来！啊！你要这种小事，交给我就好了，这样很危险。带我去。走。应该是热的。总理，我们所有民警弟兄，封住所有路口。是。各单位注意，各单位注意，所有民警封住所有路口。清楚了，你还不说实话？他说什么我不知道。总之，我只有偷机车。身上带那么多把钥匙，除了偷机车，应该也有闯空门了。所以，把这手机拿去查，查他通联记录，还有他的前科，都查清楚了。是。你们今天偷了几辆车啊？不要给我装傻啊！耀廷，到各大卖场调阅监视器，就可以知道他们犯了多少案子。是。还有，到那住处搜索。李同志，我们搜了两边的窃贼，他们的住处只有作案的工具，没有任何赃物。我想，那些赃物应该是交给别人去处理。所以是有系统的分工合作。他们通联记录里面查出来这个旺来到底是谁啊？对不对？旺来应该是一个代号，不是人名。目前我们还在调查当中。我想哦，这两边的人马应该是联络同一个人。如果任何进一步的消息，我马上跟你通知。这有这么多照片，哪一个是旺来？疑似啊，这也要有人来指认。这么多的窃贼都跟旺来切割的那么清楚啊。到底有没有人知道他是谁，长什么样子？一个人跟梁东明去调查。你身为一个金牌线，怎么不可以接电话呢？啊？我看啊，我们事情大，发给你一只手机好了。
只要你不接，我就发布你通缉；只要被我们远警抓到，就关你一次啊！而且，阿 Sir， 我不要保安 A 啦，我是你们金牌宪兵哎，干嘛把我搞成通缉犯呐、啊？好了好了好了，简座了，再找你泡茶，快走，走、啊。泡茶而已，要紧张什么？金牌宪兵带来。两位大人啊，有什么事你们就一次问清楚嘛，我很忙的哎，这样进进出出警察局很难看的啦。梁罗明，麻烦你看一下啊、哦，这些照片里面谁是旺来？金牌，看清楚啊、哦！哎，这个人怎么会在你们资料上面啊？这个人是谁啊？有可能是他哦，最近在道上嚣张的就是他，听说风声比较紧，躲了起来，而且买了很多细猴啊，要躲避风声啊。那你知道他通常在哪里出入吗？哦，在木栅山区，他们有一个小本部，而且常在猫空泡茶，分配任务。忠义，通知附近远警注意这个人，还有在山区看看有没有可疑的陌生人出入。是，阿弟，准备一下，我们随时出发。只是说他们可能有枪械，我们小心点。是。刘检、王检，根据民众的指出，有一群男子进入山上的小屋，我们同仁经过的时候有特别注意，不是附近的居民。各位弟兄，我要重申一遍。自己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千万不要逞强，听到没有？是，加强线。王姐，我从前面，从后面包围。注意安全啊，夏婷。二一队。哇，没有啊，怕死怕死啊，没有。包围起来，是，走，走。叶平，王姐，你小心点，别把火力抢大。算了，自己注意。大家小心。是。好像往你的方向去了，小心点。了解，交给我，注意安全。状况怎么样？报告杜姐，
有几名远警跟歹徒受伤了，救护车已经在路上，现场已经控制住了。Over。好，我跟王警先马上赶过去。好，就这样，走。切。杨明元，说要旺来，旺来接到集团的首脑。你不要以为你什么都不说，你就可以全权。这些赃物你不交代清楚的话，一罪一罚，你知不知道你要关多久啊？你吓我！你们起诉的再重，到了法官那还是会轻判的，你信不信？你除了偷窃，还吸毒、非法持有枪械、攻击警务人员，我不相信法官会轻判你。主任好。主任，主任，主任，就他吧。是。报告主任，有很多赃物，但是不确定有没有附作遗失的玉佩。通知副作案人，你们辛苦了。这么快就能破除犯罪集团，民众也可以安心一点。怎么？他说不说？对，他配合度很差。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用客气。是。明远，你听好，如果你现在就说出你和黄水的到底什么关系的话，我马上安排你跟你的律师见面。谁是黄水德？我底下那么多人，我哪认识啊？你去问他认不认识我。我还祝福你。我非常急，不要浪费时间。左要你，是，把他移送地检署。这是黄水的个人资料，他有伤害、吸毒、赌博的前科，现在被通缉了，因为诈欺案。什么样的诈欺案？对不对？他就是跟很多朋友借了很多钱，然后就人间蒸发了。像这种赌博又吸毒的人，会跑路很正常。那他的家人呢？已经联络到他老婆娘家那边的人，待会就会去拜访。他如果真的欠人家钱跑路的话，那妻子跟女儿怎么办啊？不能就这样凭空消失啊！他的小孩还要上学。杜姐，我想他们是不是在躲避淘汰集团啊？通常带家人跑路这种事情很常发生啊，更何况他还被通缉耶，不可能大摇大摆的走在路上吧？现在有两个线索下去查：第一，健保的就诊记录；第二，健保配的收件地址。现在有个重点，这个黄水的为什么会有这个皮包啊？那里面的当票是怎么一回事？是偷来的吗？跟窃盗集团有任何关系吗？这都是我们要理清的。打从没有他们消息以后，这房子我就没有动过。我过来看一下。自从我女儿认识黄水德之后，整个人就变了。许贝贝，你这么说，我女儿原本很乖巧，当时把黄水德带回来给我看的时候，我就很反对这门婚事。既然我女儿喜欢，我就尽量的接受。可是没想到三天两头就回来跟我借钱。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我百年后家里所有的都是她的，我要她跟那个男人分开，那个男人却跑来跟我开口要这间房子，还要500万现金。徐贝贝别激动，请问一下，这房子是你的吗？
我看他们这样子搬来搬去，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我怎么忍心让我的女儿跟孙女这样子辛苦呢？那房子是你的，请教一下，你从事什么行业？我们三代是种田的，家里啊还有好几甲地。哦，就是所谓的产家嘛。嗯，哼，这也难怪了，因为你有钱啊，所以他们才找你借钱吧。这也是我们辛辛苦苦存下来的。也对啊。啊，许佩佩，不好意思啊，这房子可以让我们参观一下。为什么他们的相框里面都没有照片？这个家怎么能放得了两个男人的照片呢？他不配住这个家。许佩佩，你冷静一点，我们只是请教你照片的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照片。许贝贝，不好意思，你的健保缴费单可以借我，好让我们去健保局查一下医疗记录。好，只要能快点找到我女儿，跟我两个宝贝的孙女，什么我都愿意赔。杜姐，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很奇怪，那个许贝贝找不到她女儿跟孙女，可是却不希望我们找到黄水德。找到黄水德就可以找到他女儿啊，可是他却只讲他女儿跟孙女啊，对黄水德一个字都不想讲。搞不好在气这个黄水德没有好好照顾他女儿吧。嗯，是啦，杜姐，许贝贝是有说他是很讨厌他女婿啊，所以家里的照片啊全部都拿掉了。那也是把他女婿的部分剪掉，留下他女儿跟孙女的部分，而且他讨厌也是讨厌他女婿，不是他女儿。如果我是他爸爸，我连那个相框哦，我都不要了啦。嗯，这很难说哎，搞不好那相框对他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啊？你，雅琪，拜托你好不好？我们现在讨论案情，你不要来搅和嘛。哎，现在是怎样？我们以前不是也都是这样讨论案情的吗？因为你是民生组，我们是闪电组。闪电组是刑事，民生组管民生 ，level 不一样。哎，你讲的这话什么意思啊？杜姐都没有说话了，你是赶我走是不是？不要吵了，拜托你，拜托你。温耀庭，你们说那个黄水的，连他家人都不想理他，是不是？没错啊，听他们邻居讲，这个黄水的会打老婆哎，可是他们都叫他离婚，离开他身边，最后还是乖乖回到家里去啊。这就一句话，爱就可参戏哦。怎么会有这么笨的女人啊？这种会打老婆的老公就应该抓去关，然后申请保护令啊！邱雅琪，嘘。钟耀庭，我觉得这个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他把照片拿走，没有拿走这个相框，这表示他不希望有这个记忆，或者是他根本就是不希望人家知道他有在那边住过。没有这么复杂吧？一个人消失是有理由的，如果他消失是非自愿性的呢？哦，邱雅琪小姐，我们这是闪电组的办公室，那你不应该来听我们的侦办过程，所以请离开。小文，学姐，请你先离开。如果你找王姐，我会跟她说你找她。
这是没办法啊，碰到他。哎，钟耀庭，是这样子，我觉得一个人要消失是很容易，可是如果一整个家庭同时都没有消息的话，那就真的很奇怪。这样子，你们去户政事务所把他们的照片都给调出来。还有，问一下那些窃贼，那个皮包到底是在哪里偷的？了解，小心一点。好，小心一点。等你们接我回去的时候，看我会不会回去。